子上课。我不知道小孩子玩多少钱一次啊，我怎么知道，我也没孩子。他在上课，他在楼上上课。完了，有个奶爸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坐的离我老远的，一直盯着我看。好尴尬了，我感觉他往这个方向过来了，兄弟们，好尴尬呀！换个位置，我。太尴尬了，他刚才要背着他的孩子过来，结果他的孩子不听他的，又把孩子给背回去了。我这是腿，什么袜子啊？我本来就很白，好吗？跟你们说了我很白，你们都不相信。那我的手比我的腿还白。这里网好像不卡哎。就直播间有点黑，那直播间黑那能怪我吗？你们都没抽，凭什么说我黑呀？这不我今天可白了呢，口罩一戴谁也不找我，是吗？没有，这个点了小朋友都变少了，但是我好羡慕啊，你看人家妈妈搁那里陪小孩玩，你看好幸福啊，我好想加入他们。那边也还有一个，你看他们妈妈陪着他们一起荡秋千。你们谁有孩子啊，带过来借我玩一下。好羡慕，实在不行你委屈一下，嗯，我过去问可以一起玩吗？算了吧，我社恐。我想加入妈妈队，我想有个宝宝，跟他们一起玩。开个国王当屁你可以吗？开吧，开吧，带上户口本，明天民政局去。这玩意儿能借的吗？我帮你带一天，免费的保姆，不香吗？我一会儿去吃，等他下课了我就去吃。他应该快了，27:30下课，现在几点？你是孩子可以过来吗？咋，你过来包场？里面就我们俩一起在玩耍。哎，我突然觉得不开美颜还好看一些，它也不会变形，是吧？我之前给你们开美颜，它总是变形，而且很奇怪。那你也可以。包场很贵的。哇，你要打我来呀？谁有孩子借你，你免费当保姆。娶我当老婆都不要出门了，为什么？
哦。啊，你要攻击我？啊啊！7:38了吗？打我吧！来打我吧！我问一下他。在开会，温柔相好。我也去吃饭了，我一会儿去吃饭了。那我去吃饭吧，然后待会儿我用电脑给你们播。我跟那个小姐姐吃个饭，然后她有孩子，我跟她聊会儿天。嗯，晚点见。小坏蛋。